查展边独立中队韩光中队长张启，虽屡有破敌，建有军功，但个性狂妄乖张，军律不整，且同情共党，立场不稳，不适合继续留在空中作战部队。自即日起，保留军籍，取消军衔及职务，转入本校机械科，继续接受内部政训审查。韩光中队各队员并入其他大队，现役霍克三战机逐批退役。我会马上调离你，离开昆明，远离陆子仪。我告诉你一句话，他查你，你就查他。他这个人也不干净，一查就会倒。如果你查到证据，告诉我，我绝不会放过他。是，张启遵令。教育长，张启追随教育长七载，下次见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我走了，教育长保重。老伙计，你也要退役了，什么时候咱们再最后飞一次？对不起啊，总让你替我担心。别那么说，这不是你的错。你的伤还没有好完全，天气还这么潮湿，这一次能不能让我陪你去？我会洗衣做饭，我可以照顾你的。只要我还在，所有的家务都只能我来做了。我要我的海棠永远是那个快乐的、会发自由宣言的小姑娘。齐哥哥走了。嗯，爱上飞鹰的人注定要习惯分别。
这可怕的时间呐，他们在我的记忆里还都是一群可爱的小孩子。真希望战争早点过去，在阴暗的树下，在急流的水边，逝去的六月和七月，在无人的山间，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，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。那刻骨的饥饿，那山洪的冲击，那毒虫的孽咬和痛楚的夜晚，你们受不了，要向人讲述。如今却是新兴的林木把一切遗忘，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，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生存。这是滇西战役的少年兵，仅松山一役就死了7000人，最小的才9岁。